来到了应该是主题曲的部分，叫做 Weight of the World， 世界的重量。又在反复了是吧？我弹一下结尾哦。这首好好听哦，我觉得这本写的都很有质感哎。然后他这首歌是上面有副歌词，有英文歌词，还有日文歌词，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唱这首歌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个版本来唱。写的真的很棒，编曲五颗星，难易度两颗星不会太难，然后喜好程度四颗星。再来，他中间就突然这样子来了一下，这个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的歌词，配上这个美丽的画面。跟你讲哦，这本最难的要来了。我刚看到这个，我以为这本最难的是这一个，结果我就跟你讲，它这个不得了。等一下，这个太嗨了吧！哦，我一定要弹一下这个，我一定要弹一下这个。我跟你讲，我雄心壮志，我雄心壮志。我们先来这个 Dark Closes 卡住。弹错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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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还再更快一点。
有想象中的这么难，但是就是刚开头非常的难。耶稣帅帅的，我们来弹一次哦。我超喜欢这个，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你看，如果这个都用同样大拇指的话，弹久了会很酸，所以一二一二这样换。哎，我怎么弹那么？斯坦，我有问题。斯坦，我有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跟你讲，反正就这两只一直踢完了。好，这个编曲五颗星喜好程度，五颗星，然后难易度四颗星，有一点点难，但是更难的要来了，复制什么接，这个真的有点夸张，你看一下好不好？它是无限的六连音。完全乱弹了哈，各位朋友。不行哦，真的很难哦，这个不行哦，变成一个限制计划是怎样？不行了，太难了。其他你知道，他要这样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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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是问题是，他要手发这样，我张最开，我现在已经张到最开，我脚已经张到最开了，然后弹不到，所以对我来讲就会很困难，就是他这个写给小朋小手的朋友不是非常的适合。我觉得呢，他要呈现的是一种很平均的氛围。他要的就是一种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的，一直这样子，然后非常平静的，但是带有一点感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感觉。我想办法弹一段小小的，是完整的，强人所难。你们一定在电动里面呢有听到类似类似的旋律吧？有吗？类似，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听。这个配乐太用心了，重点是他配乐写的用心就算，他改编成乐谱也这么用心，不容易。你知道有时候配乐写的很好，但是出谱的时候呢，表现就差强人意。但这本真的是非常的赞。如果你是这个电玩的爱好者的话，那这本谱真的很值得收藏哎。编曲五颗星，难易度四颗星，喜好程度五颗星。哇，这看起来好像是好听的，我们来试试看一首比较温情的曲子，叫 Romantic。
弹错了。花了一点时间才发现，但这首非常好听哎，前面还有一种爵士风格哎，这些和弦啊，它上面都有标注这些和弦，你知道吗？我不如把这些和弦全部偷起来用，然后写曲写的很厉害，想太多，你以为没这么容易？你知道音乐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公式，你知道吗？你可以讲有公式，但是照着公式走的东西，终究没办法永垂不朽。一定要散发出你个人的魅力，还有独创。编曲五颗星，喜好程度五颗星，难易度两颗。这首歌叫《赎罪》，《赎罪》想必又是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曲子，看起来就非常的难。怎么变那么难？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挑战。不行，要给大家一个帅气的结尾。无限的四方面锐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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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抖，这个结尾没有抖，他把节奏让你瞬间不及掩耳，这样好好听哦。就是这种曲子呢，主要就是弹它的每一个段落的风格，它这个。重音要把它弹出来，编曲五颗星，难易度四颗，三颗星，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就是听起来帅，三颗星，然后喜好程度四颗星，好听哦，喜欢 ，DSK。最后一首当然要弹一下，我写的很像 masterpiece 一样，有点长。
我比打电动还累。他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两行。不好意思，他不准，真的有一种最后结束的那种感觉，很喜欢他这个音型，非常的帅气，好像也打完了这场电动一样。这个音乐很有故事性，好像整个从前面到这里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旅程，想必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电动吧。今天这本原本我是不是很期待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我不知道我开箱一个主要针对某一个电玩然后做开箱会不会有人要看，因为如果不是玩这个电玩的人也许就觉得我没兴趣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尼尔是谁啊， Who are you 啊，但是真的非常好听，我觉得就算是从音乐的角度来欣赏这一部作品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好的，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记得分享，再留言问题都回答，你们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拜拜。